星球，名叫塞伯特恩，那里有霸天虎，还有那汽车人，他们都是变形金刚，说变就变身啊，能变那汽车、飞机、大炮，我 S 土豪金，霸天虎。将军，汽车人的大哥是擎天柱一根，威震天率领霸天虎要入侵菊花村啊，变形金刚要大战菊花村的十战神。村长大名鼎鼎，名叫马应龙。马村长说：“快去请那汽车人来救应吧。”报告村长，那汽车人被堵在了四惠东。霸天虎变飞机，已传来了大炮声。危急时刻来了十位打飞机的大英雄，他们自称是十战神，愿为菊花做牺牲吧，保证全村人安全舒爽，不侧漏不紧绷。汽车门，虽然他们硬盘里都是舌尖上的日本，虽然他们熟悉每一个 AV 女优的身，但他们永远有一颗抵制这个那个的心，随时能大喊一声不转不是中国人。是宅男宅女派，宅男们最会打怪，宅女们老变态。宅男啊，有三宝：充气娃娃、泡面、破电脑。宅女也有三宝：韩国明星、快递、充电宝。宅男啊，有三爱：迅雷、快播和打怪。宅女也有三爱：淘宝、自拍、小时代。第三波霸天虎派出惊天雷闹翻天，他们能变成战斗机，双飞天上人间。菊花村的三战神是 PM 雾霾仙啊，瞬间让闹翻天，他俩周围就布满了包青天，任凭你谁来到这儿都会变成吸毒犯，难怪那擎天柱总是用口罩蒙着脸。雾霾仙又请那
马航来支援啊，成功的引领着金天雷，他俩就飞到了乌克兰。第四波霸天虎派来了黑寡妇，他能变毒蜘蛛，最擅长下毒。菊花村的四战神是地沟油大厨，每一个厨师前世都是折地的屠夫。他毒食品过期肉能以毒攻毒，他每天一杯三聚氰胺，早让我们钢筋铁骨。除非你能找到我的宿舍同学来帮助。关于下毒，除了同学，我们谁都不服。第五波，霸天虎派出了激光鸟，它能变正反碟，音质很发烧。菊花村的五战神是山寨盗版猫啊，瞬间盗版了很多激光鸟，还送俩鼠标。天赐你那么一双翅膀，就等着被我轰烧。有时那真货假货就差个商标，山寨的诺基亚还能砸核桃，原装的中国足球也他妈是臭脚。神是教主和神婆，不给我你的电话号码，你就别想活。差一点就把声波他俩发展成下线了，差一点就让霸天虎的亲戚们全着魔。多亏了那威震天把教主们吓跑了，他问先生女士，您听说过安利吗？第七波霸天虎派来了大力神，能变成发地虎，拆放挖祖坟。七战神是房地产大军，感谢您大力神，省得我找蓝翔人。地产商是哈药六厂，真是巨能盖。中国房奴是南孚电池，真是巨能还。卖房子的像楼主，总是留图不留种。买房子的像女优，个个菊花万人捧。第八波霸天虎派来机器昆虫大蚂蚱，能变成蟑螂蝗虫切克闹喳喳。菊花村的八战神是广场舞大妈，最炫的民族蹦擦擦，把每一个夜秒杀。华尔街在大妈们面前
神话。音乐节在大妈们面前简直弱爆了，恐怖分子在大妈们面前都感觉萌萌哒。有道是得中国大妈者就得天下。冲云霄的魔鬼野兽能把人吓疯，菊花村的九战神是自拍大精英，杀马特骑剪吹一起踏踏摆造型，照片上是苍井空，生活中是孙悟空，照片上是姚明，现实中是郭敬明，照片上 P 的都像日韩明星王力宏，生活中其实都像一代身份证。一把三八式手枪，威震天狞笑一声，要开始耍流氓，他要让那红蜘蛛帮他打手枪。菊花村的实战神文化人模样，撕扯着威震天的衣裳，动作很疯狂。他说他最听不得谁比他流氓。威震天，你记住我的名字叫校长。半道出了事儿，被人车震了。突然那擎天柱打来电话了，马村长问柱子哥你为啥还没上道，擎天柱说我他妈等到花儿也谢了，我们汽车人到现在还没摇上号。